罗州区公民里每礼拜一到拜五拢有中正共餐的活动。相当特别的是，大家共餐进前，阁有小老师带中正到顶活动身体。伫每礼拜四，阁有准提用心气功协会来帮中正掠灵。参加共餐的中正，伫食饭进前，先对大荧幕上的运动影片活动身体。边啊，阁有志工担任小老师，随时注意中正的动作，敢有正确。啊，怎么会想着来这边帮忙？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很有意义，很实际的事情，不是作秀的，很切实。因为老人家就是求一个温饱啊，啊，运动一个场所来这里聚会，聊聊天啊，运动啊，下下棋呀、啊，啊，就很开心，大家一起吃饭，日子时间过得很快，很开心，不要一个人留在家里。相当特别的是，每礼拜四的早起，准提用心去工协会，阁会派员来帮中正掠灵。因为袂少中正常常有筋骨酸痛问题，透过协会人员的服务，拢感觉较舒适。通常长辈来这边，大概身体会有一些什么状况？有时候他们会说，肩颈很酸呐、啊，还是说腰痛啊，还是说，头痛啊。我们就帮忙把经络疏开，这样疏松一下，这样子。原本身体都位有较无松垮，啊，都脚手酸痛，会酸啊，对啊。较因帮你抓抓，即马感觉如何？轻松，有较轻松啦。包括公民里甲附近的里，有袂少长者是家己伫个厝的。你就希望透过多元佮健康的活动，请长者行出来。到店来活动身体，阁会使联络感情。记者彭建凯、林金如、罗州采访报道。